好，这是锥形瓶，锥形瓶里面是稀盐酸，我们用25%的稀盐酸跟铁钉啊，这边开高，铁钉在冒气泡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是铝箔的皮，下面还有一个是铝丝啊，它们都在冒气泡，都在跟这个稀盐酸做反应。另外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气泡被我们用这个空气氢气被我们收集起来。这产生气泡的部分是清洁剂，所以用清洁剂把它变成一个气泡，所以现在表面上看到的是这个氢气的气泡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对氢气的气泡做点火做测试。要用火哟。可能要烧里面一点它才会。对，先把它拿倒斜的。来，从这个角度看。哦，那是氢气爆炸，好，OK。好。